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عاقبة للمتق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أيها المشاهدون الكرا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已经知道阿拉伊曼 信仰能够创造出无比大的一种力量，信仰能够创造出无法想象的一种奇迹。那作为我们的服侍们，一旦信仰根植到他们内心的时候，他们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一种爱，我对使者的爱。 已经超过于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和家人和东亚上的一切的爱，我们的牵丝们也同样如此。在迁徙麦地那的时候，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的事迹频频发生。苏哈伊布拉迪阿拉胡抛家弃业，追随伊曼。 我们的千师们，我们的服侍们，他们为了渴望阿拉和苏巴哈诺他的天堂的报酬，渴望对使者算拉胡的无比的热爱，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房产，牺牲了自己的地产，牺牲了自己的妻子，完全为取阿拉和阿拉的使者的喜悦。 所以，甚至我们的俯视们对千师们的一种款待，为取安拉的喜悦的一种款待，已经达到只有抽签才能够体现出一种公平的这样的一种过程。这在全人类当中，除了伊斯兰，除了我们所哈伯时代的话，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团体做不到的。很多人的爱，要么是为今世的。 很多的爱，要么是为名义，要么是为地位，要么是为金钱。唯有一种崇高的信仰，只有撒哈本，只有真诚的穆斯林。所以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实在算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的 ，Man ahabbilillah， 我 man abghadillah， man aatillah， man alillah，faqad istakmala al-iman， 就谁要是为 Allah 而喜。 为安拉而怒，为安拉而给予，为安拉而阻止的话，谁才是真正的具备完美的信仰？完美的伊曼，所以伊曼你优先于我们的一切行为，它的重中之重就在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治疗一个人，他的病症你要看准，他的病是来自于内心里。 来自于他的体内，要么是肺部，要么是心脏，要么是肝脏发生了一种病变，然后体现出来一种体外的发烧，体现出来一种身体的一种软弱无力。你不能说让这个人赶快降烧，让这个人赶快吃东西、吃食物，给他擦一些降。 降体温的一些药物、一些物理作用，这只是暂时的。你要真正的他那个治标要治本，要从他的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是他的心脏出问题，他的肝脏出问题。当把那些肝脏解决完以后的话，他的烧自然就退了，他的四肢也会有力了，他的口也开始适应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方法颠倒。 会适得其反，所以古兰经表彰这样的一些服饰，说：“我在他们之前安居故乡，并且已经获得了伊曼。”古兰经特别说的：“我得了伊曼。”首先有了伊曼。 那些人的话，他们特别喜爱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这些迁徙，他们的喜爱 m
没有亲属的关系，也没有一种生意方面的往来，而完完全全的只是为了一个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为 Allah 而爱，为 Allah 而恨。所以正如古尔塔比拉哈姆胡拉愿安拉赐名他在解释到当时先知算了老黄的善人们在征讨班尼乃顿尔在拿地尔部落的时候缴获了许多的额纳伊们，缴获了许多的战利品，然后先知算了老黄的善人们将阿萨尔和将这个阿萨尔的服侍们召集起来与他们协商，他说服侍大众们啊，今天我们缴获了许多的战利品，我首先感谢你们对从麦加迁徙到麦迪纳的天使们的款待，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将这些战利品在你们和天使们之间，也在俯视你们和天使们之间的话进行分配，然后让天使们的话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那让他们从你们的家里边搬出来，把家腾还给你们，你们愿不愿意这样的一种分配？然后当时赛杜布尼伊巴德和赛杜布尼马尔رضي الله عنه و يعن الله سيئة تعليم هم سوى يا رسول الله نقسمه بين المهاجرين سوى الله رسول الله 我们只想让战利品的话专分给天使们，但是我们还希望天使们的话像原来一样的住在我们家里，不要搬出去，战利品完全归天使们，但不要从我们的家里边搬出去。当时众服侍们听了以后的话就说 رضينا وسلمنا يا رسول الله Allah 的使者，我们满意，我们服从赛杜布尼伊巴德和赛杜布尼马尔这两位索哈尔伯的提议，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于是安拉的使者说了拉哈的使者听了之后的说 Allahumma rahamul ansari wa abna'al ansari wa abna'al ansari MashaAllah 说主啊，求你为主慈悯这些服侍们吧，求你为主慈悯俯视门的儿女们吧，求你为主慈悯俯视门的子孙后代吧，这是多么贵重的独爱，这又是何等的胸怀。我们试想一个没有巨大的信仰，没有巨大的以玛尼，在巩固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谁对金钱会不喜爱？谁对财产会不热衷？我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我们的索哈伯，他们可以为信仰而死，为信仰而亡，也可以为信仰而抛弃生命，也可以为信仰而抛弃财产。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一旦信念根植到内心的时候的话，发生的一系列的一连贯的行为上的反应让人难以想象，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安拉的使者说了拉哈的三拉们也非常感动了，说 Allahumma rahamul asari Allahumma rahim abna al-ansari Allahumma rahim abna al-ansari 主啊，请你为主慈悯这些俯视们，慈悯俯视们的儿女们，求你为主慈悯俯视们的子孙后代们。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们
到了麦地那以后，可以看到麦地那人的一种水分，一种音容笑貌，对人的一种待人接物。这就是安拉的使者的独爱，这就是他们的祖先父母先辈们安萨人和后代子孙们留下的一种好的一种影响。阿拉苏巴哈努喜欢他们了。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欢迎下一节继续回来。阿斯拉姆阿莱库姆瓦拉哈马图拉希瓦巴拉卡图。阿斯拉姆阿莱库姆瓦拉哈马图拉希瓦巴拉卡图。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信仰讲堂。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学习。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没有一个坚强的信仰，这是无法做到的。我们说这些佛士们，他们曾经就没有获得信仰之前跟获得信仰之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整个人都完全进入到了伊曼当中。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只要信仰进入到肉和血液里，那就不得了了，更何况进到甘兰，进到心里，他们整个人都是完完全全的伊曼尼的，伊曼尼的一种体现。所以佛士们在获得信仰之前的话，他们分阿拉伯部落分两个部落，海子勒部落和奥斯部落，这两大部落都属于阿拉伯人，还有三大部落犹太人，有纳杜尔，有拉蒂尔部落，古莱沙部落。所以由这样的一些和部落组合成了一个麦地那人，特别是阿拉伯人，有麦地那人的一些服饰，他们是有两大家两大支柱，一个是海子勒，一个是奥斯部落组合成的。古兰经当时描述他们为他们的一些小恩小惠、一些利益，为今世的一种蝇头小利，他们甚至大动干戈。就古兰经说 وَذْكُرُوا نِعْمَةَ اللَّهِ إِذْ كُنْتُمْ أَعْدَاءً فَأَلَّفَ بَيْنَ قُلُوبِكُمْ，你们应当铭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对你们施予的恩典，当时你们是互为仇敌，一直暗吞耳道啊，你们当时的话是完全是一种耳顿为一种敌视的人，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联合了你们的心，并且拯救你们脱离了火狱的边缘，所以使你们成为因为安拉的恩典 فَاسْبَعْتُمْ بِنْيَمَتِ إِخْوَانَ，使你们因安拉的恩典成为了一种坚强的弟兄，真诚的弟兄。说在没有获得信仰以前，都是为一些利益方面经常发生冲突，经常发生一些械斗，种族仇杀，种族械斗。但是一旦伊曼你进入到内心以后的话，对千世们的那一种款待，虽然他们是特别急需那样的钱财，并不是他们的家很宽，家庭并不宽裕，并非是他们的财产很多，他们很贫穷，但是他们能够舍己为人。所以古兰经说的哈，那个万马运格顺海奈夫塞夫，谁能够自戒除自身的贪婪的人的话，这些人才是成功的人士。所以在信有信仰之前和信仰之后完全判若两人，这就是信仰的奇迹，信仰的威力。所以我们再看先知算浪漫三浪漫，在麦迪那有一个人也飞到扎尔之伦也让那比算了浪漫三浪漫高了亚尔苏拉拉安那麦之霍顿，就有一个人的话来到了安拉的使者，说了阿拉的使者跟前，然后对阿拉的使者说：“阿拉的使者啊，
安能麦吉霍顿，麦吉霍顿就是法盖尔，米斯肯。安拉的是啊，我是一个穷人，于是安拉的使者算了拉哈里算了门，就不容分的说，就把他带回到了他的妻子跟前，圣太门跟前，说请圣太的话款待这一位卧疾尘埃的兄弟。然后圣太门说，安拉的使者啊，我们家里边除了只有一点水，再没有任何的食物。马沙拉，可以看到我们的先知，可以看到一代伟人，可以看到穆斯林的意思，但可以达到家里边断炊啊。我们今天的领导们，我们今天的官员们，能有这样的风范吗？不可能有。安拉的使者听了以后的话，就带着这一位穷人来到了索哈巴跟前，说满命空一段伊芙尼他的对付，就你们当中谁能够替我款待一下我的这一位客人，就我换麦吉霍顿，他是一位穷人，也不好意思，我家里边已经断炊了，除了水以外没有其他的食物。然后一位索哈巴不容分的说，阿拉的事啊，要的说了，我来做，我款待。于是这位索哈巴就将这位客人带回到家里，已经是傍晚，然后对他的妻子说，这是安拉的使者的客人，安拉的使者没有食物款待了，我们能款待安拉的使者的客人吗？这是很尊贵的客人，因为是安拉的使者的客人。然后他的妻子说，哎呀，我们家里边没有任何的食物，除了 goat s b i a n， 除了哄小孩的这一小点微非常非常稀少的这一点食物，再也没有其他的食物。于是我们的这一位圣门帝怎么说，好了，你就把孩子的食物拿出来来款待这位贵客吧，那你尽量将小孩把他们哄睡掉，然后当食物烹制好做好以后，端到了桌子上，安拉的实在的这位索哈巴对他的妻子说，这个食物很少，只能够一个人吃，然后等我跟这个客人开始要吃的时候的话，你假装把，你把这个油灯，把这个灯光的话和那个油灯打倒掉，然后你去假装修那个灯，等我陪客人的话和那个把食物吃完以后的话，你再把灯修好。那当准备就餐的时候的话，他的妻子按照这个索哈巴丈夫的指示，一切进行的非常协调，这个索哈巴什么都没吃上，但客人已经吃好了。然后第二天清晨，安拉的使者说了拉哈里上看到了这个索哈巴，说叫埃及巴拉胡明三年一库嘛啊累了，说安拉苏巴哈诺瓦塔阿拉特别喜欢昨天晚上你跟你的妻子对这位客人的一种款待，感到特别高兴，说这是何等的一种胸怀。如果换我们一般的平常人，我们或许会想，我的家里边也穷啊，谁敢款待？因为家家都知底嘛，这样的，这位索哈巴不可能不知道家里边没有食物，即便知道也是知道很少的一点食物，但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先知算了拉哈里算了感到难堪，信仰的召唤，为了获得安拉和安拉的使者的一种喜悦，即便奋不顾身也在所不惜，而且为了又不让这位客人感觉到难堪，
然后假装把油灯打灭打熄，然后陪着他一块进餐，让客人的话不要感到尴尬，一种拘谨。说这就是一代索哈巴去俯视千师们的一些光辉典范、光辉事迹，都证明了阿拉伊玛努盖布兰塔克里法的伊玛尼优先于一切责任的重大性。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你不要拿着那个很愚钝的刀的话，虽然是争取了一定的时间到山上去砍那个柴，但是它会消耗你很大的时间，甚至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先把那个刀磨好，难不到这一下，准备好了锋利的这样的一种工具，那么你工作起来就有很轻松，很容易胜任。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心强大了，你让他离主命拜，在你夜间拜，他感觉到特别轻松，而且感觉这是一种享受。他的信仰强大的时候的话，你以当号召为主道奉献，他会毫不犹豫毫不吝啬。一旦信仰在他内心里面巩固强大以后，你只要一声令下，他在主道上会驰而疆场，杀身成仁，杀敌治国，他毫不吝啬。这是阿拉苏巴哈诺泰勒用伊玛尼巩固起来的最优秀的最完美的一代，是我们今天后人深深的值得学习的一幕幕精彩。所以伊玛尼优先于责成，这是重中之重。瓦赫鲁达瓦纳安尼拉哈姆杜里拉希拉比拉阿里民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